间超市，我们来这间 Co。那瑞典在这里有很多瑞典的食物，看像那种比较高壮的酱，然后很多人会买这种的鱼子酱。看到一个有趣的东西，放香蕉的。这鸡腿24.53，台币73块。你看它这牛奶有很多种，它有那种比韩国那一阵可以喝的，它有几%的脂肪的。在瑞典这里好多这种饼干哦，好像 IKEA 的饼干一样的。来到北欧这边啊，因为在这边物价比较高，那吃餐厅会比较贵，那所以很多人来这边旅游啊，他们的省钱的方法呢，就是来这边买一些吃的东西。那在住的地方呢，都有可以煮或者是微波或者是加热的地方，他们就买些吃的，像是披萨啊、冷冻食品啊、意大利面啊这种东西会去吃。我们在这个小镇上是还好，因为这个小镇算蛮大的，有一些大超市可以逛，这些就不会太贵。我猜我们明天去那个罗伯特艾伦可能会更贵，因为他那边什么东西都要运送进去。然后像 Coop 这种超市啊，就可以注意像他们有他们自己 logo 的东西，就会比较便宜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加油。我们加什么的？95。好，加油喽！这边有写要加95。那我们这样子加了19.53，然后是375块钱。第一包泡面就用在这边了，然后我们还在超市买了这个烤鸡。早安，看看这是我们的车子，我的天哪！这该怎么办啊？可以开。松雪。好多好多的雪哟。早安。早安。现在时间是8:44。那我们今天要去博多。那到了博多之后呢，我们要搭船到罗伯特艾伦。我刚刚查的话，我们开车是4个多小时，但是我们是抓6个小时开车。对，因为雪地开车我们要谨慎一点。因为雪地开车我们抓的时间抓快一点。对，这样子光清雪就清了20分钟以上，超夸张。热车。嗯，好，走。8:17。一大早就看到邻居们在清雪，我们刚住的那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现在开出来，也看到外面很多人在清雪。在雪地里开车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难，因为要一直保持专心。对，如果说要开这么长时间的话，就等于要一直这么长的时间保持专心。因为会滑，然后又要找路，因为全部都白茫茫的一片，要找路也是要仔细看。现在在中间一个小镇休息一下，然后我后面的车子的车主呢提醒我说，我们应该要清理一下我们后面的，你看会看不到车子，然后这个被遮住了，我都不知道测速怎么拍。好帅哦！吃着饼干配咖啡，因为实在是坐了太久了，就吃起饼干配咖啡了。哇，挡路！挡路！这些鹿在吃什么？在挡路啊！好脏！可以
来到这边之后，整个风景都变了。早上的时候就是两边两排的高树，然后现在开始就是石头，然后石头上面有长一些矮的树这样。而且这里的树上没有积雪，然后旁边都有一些山壁。有绿绿的树了，对，有些绿色，有些白色，有些柏油路，嗯，好美哦。现在到博多这边来买这一家的披萨外带，它这个披萨有超多种类的，看这里超多，这里也都是，然后我就不知道要选什么，然后他推荐我这一个，它这里面的位置有超多的，还有二楼点好了披萨了，看看你点的什么，好香哦，很香耶，推荐我的，因为我看不懂那菜哟，哇好赞哦，薄皮的，对，因为他那边的披萨种类实在是太多了，很多页的披萨，每一页大概有二三十种披萨，我实在太难选，我就叫他推荐一个，然后他又推荐我这个，就说好好。他这是什么？有鸡肉是不是？有鸡肉跟这叫什么？墨西哥辣椒。嗯，因为哦对，墨西哥辣椒。你先吃一片看看，哇，感觉很好吃哎、啊，薄皮的我最爱薄皮的、嗯，好好吃啊，很好吃呢，嗯。好好吃哦，嗯，然后明治料也好好吃哦，好香哦。我们要搭的船呢，这个4:45的，这个要去 Mount Kenneth， 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念的。这个就是我们要搭的船。嗯，然后现在看起来大家都在这边排队。那我们搭的船在这里，不确定是不是那一队了。应该就是了吧。那我们现在在等的时间，就来吃披萨吧。披萨蛮推荐要来这边住两天一夜，或者是来这边转船的人，来这边吃一下，买一下这个披萨吃，超好吃。To Moskenes. Oh, Moskenes. Yes. Okay, you can drive. 现在3:55，然后我们的船是4:45的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登船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有买好票了，然后他就扫我们的 QR code 让我们登船。有一点点的兴奋，走，我们上去，所以看起来就是提前一个小时到就可以差不多上船了。然后有一些人呢，他们是没有事先网络上买票的，也是可以上来，但我们是有事先买票，因为
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吧，有可能哦。罗浮山 Island 在夏天的时候是非常旺季。看一下船上的餐点有什么，哦，忘了，咖啡、茶。一个汉堡呢，119块，蛮贵的啊。是一杯咖啡38，105的是有加牛奶，然后茶34。哦。热可可是38。你怎么知道可可是哪一个？热。Warm chocolate donut， 巧克力呀，热的 warm 的巧克力。哦，对不对？看得到吗？哦，在那边。快点！极光，极光，刚刚在看极光。我跟你走，我跟你走。哦。天哪，我刚才在研究怎么追极光，这些居然躁动了。你小心一点哦，我真的要吐。你小心一点，你真的要吐了。我不知道这样录影看不看得到，但是有一点点绿绿的前面。有一阵躁动，我们两个人都快要吐了，差不多要吐了。然后有一阵躁动，我们就想到底是怎样，在干嘛？那你就赶快跑散。我想说，他们该不会在看极光？因为我正好在做研究，然后在看，哎，我们这一区的极光区的几率很低，我才在看这个而已。然后就赶快跑散，就有了。然后我说 ，Matty， 你不要管要不要吐了，还是要上来，还是来吐？对对对，感觉怎么样？已经吐了一次了，我刚看完极光下来吐了一次，我觉得擦厕所好干净，明天很多间都不会臭，我等下还可以再去吐一次。是什么结论？你现在是对厕所的心得比对极光的心得还要多？你说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现在胃很痛，感觉就是蛮全部就很想要吐，要来的人要准备晕船药。刚刚一开始是先睡着了，所以没有吐，然后一阵躁动，然后大家赶快跑去看极光，之后我现在就憋不住了，很吐，真的超幸运的。我们还想说到底看不看得到极光啊，结果就马上看到了。好了，我们在20分钟就会到了。好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已经准备要下船了。然后我现在在车上，然后刚刚在船，我们搭了3个多小时，快4个小时吧。我们刚刚看影片啊，还是什么网络啊，都是还是很流畅。然后到了海上的中间，都还有5G 耶，我觉得超酷的。就连我们今天在开车开在那个荒郊野外的时候，都还是可以有4G 5G。对，然后完全网络都没有断掉，哎，对，好强哦！都可以及时的分享、寻路在 IG 上面。对。怎么这么先进啊？然后我们刚刚是从后面开车到这边停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看起来是要往前开耶，一定是要往前的、啊。哦，我本来以为他会叫我们把鼓哎，把鼓怎么？Low Fulton Island， 我们来喽！你看我们这边真的超级美的，对。后面就这么久，然后前面呢，现在看不太清楚，它现在。前面就是那个山，石头山、然后会有那个雪啊，然后树啊在上面。左边，超美，超美的。然后，对，这就是心心念念的 Lofoten Island。那个就是我们刚搭的船。